好好的，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，要赶快的访问一下两位坐在台前面的。没错，我们来邀请慧玉姐跟碧云姐。是，你觉得刚才浩伟大哥的表现怎么样？非常好，我真的为他感到骄傲。就像第一次主持这么大型的节目，临危不乱，真的太好。那慧玉姐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能接下这么重的担子，他是有备而来的。第一场漂亮。很高的评价，我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汉玮大哥的表现。对，因为我其实知道，就是慧玉姐你是得过女主最佳女主最多次的纪录保持者，这一次哦，你看我放眼望去竞争这么激烈，有没有哪一位是你觉得最来势汹汹的？对，你没有看到这个很凶吗？对哟，很凶很凶。我并不觉得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。对啊，我觉得五位入围者呢都有机会，都20-20。那五位要选一位其实是很残酷的，我觉得我们都各有自己的实力，所以20-20。大家都好，可是看评委评出来是哪一个是他们认为他们喜欢的，我觉得他们都很好，我们就等待会儿的揭晓。是，谢谢两位，谢谢小心。